长这个样子，问你说 Apple Chrome X 等多少，还有 Apple Chrome 2等多少，那再求 Apple Double Chrome X 跟 Apple Double Chrome 2等多少。好，那这个我们说要求它的 Apple Chrome X 呢，就是把每一个都个别微分再合起来就好，所以这个呢，三乘上三分之一答案是一乘上，那 x 的三减一次方就是二次啊，这个都每一次都少一次，好，所以这个算出来是相乘，然后这个少一次二次，同样这两个相乘再少一次变一次，这没有写是一啊一，然后这个相乘是二，然后 x 是零次就变成一常数，那这个常数微分就是零就不见了，所以它就变成这个样子。化简得到 x 平方加 x 加二，那要求 Apple Chrome 二就是把二带进去，把二带进去算出来是八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Apple Double Chrome X， 就是把 Apple Chrome X 再围一次，把这个再围一次，这个再围一次就是二只上 x 一次加上一，后面就是零了，就是二 x 加一。那要求 Apple Double Chrome 二就把二带进来，就是二乘二加一，答案就是五。好，看看这样的问题。